感谢高雄的消息，这高雄新公轮确诊者已经继续增加。啊，这基地出现确诊者，也个哦去过真侪所在。我那后市政府将宣布讲，这防疫措施会较严，啊，亲像类三级的防疫。这规定包括着讲，这餐厅爱放假放到六七七点制，庙会的大型活动爱取消。员工提出体检阴性的底线证明，家己真健康。餐厅桌啊距离嘛有开，放假放起哩。高市府二十五号宣布，基顶防疫措施加严，要求餐厅放假放严格执行实名制。业者虽然真配合，但嘛感觉疫情出现伫真侪行政区，刷到基顶加严无啥公平。足迹已经遍布，像小港啊、前镇也都把业做，为什么只限定旗舰的餐厅内用需要隔板？对你这样一限定下去的话，就变成消费者对来旗舰消费的意愿就会降低很多。你看，谈一个人都无，谈一个拜六礼拜都拢无人诶。拢无外客入来啊！啊，你若外客入来，人会惊。基顶出现确诊者了后，观光受到影响，业者但会使拍拼做好防疫，让游客来了安心。但加严措施不止餐厅，二十五号开始十四天内，结婚请人客、庙会等大型活动嘛爱取消，卡拉 OK 甲小食部唱歌爱挂嘴暗，连社区关怀拢暂停。实体课程是暂停服务，但仍然采线上课程，持续与长辈互动。至于有送餐需求的长辈，我们服务仍不中断。高雄新光轮群组确诊者一直增加，市府二十六号透早针对高雄港三十四甲三十六号码头，佮增订渔民服务中心等所在继续做体检，都希望赶紧找到所有的确诊者，控制疫情。记者陈环武、柯正准高雄报道。